大家好，这一期学习这一款白桦贝雷帽编织方法。帽子两级讲解，十针一个花，一共九个花。首先起十针，起好针后，第一针要织，织一行下针。记着翻面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后面的织上针。挑下第一针，挑下的这一针把线带紧一点，反面挑下第一针，就这样，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一共织21行。现在是20行，本来是织20行就可以，因为要在左边挑针，所以需要再织一行。然后我们来看，这里有一排辫子，这边还有一排辫子，挑这边最靠边的辫子，挑十针出来，这里挑了十针，记住这十针还是织21行。第一针一定要把线拉紧，现在是第三行，挑针的一行是第一行，这里织好了21行，数的时候看边上的这一排大的辫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只要有10个就行了。然后和之前相同，还是把边上挑起10针，挑边上的这个辫子。最后的这个针目镂空有点大，把这根线挑起，挑这边，然后还是织21行，再从侧边这样挑十针，一共织9个这样的小方块，花片一共织了8个，然后这边还是要挑起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针是挂在针目上的，它这里也有一条线，不挑这条线，挑的时候是这条下边的这个，从这条开始挑。最后的一针镂空比较大，织9针。
这是第九针，然后第十针。我们找到这一边，这条边，这是第一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挑起这一针。这一针右上两边一，然后翻面，第一针还是滑下，不织，拉紧线，第二针也织紧一点，这样做是为了边缘没有空隙，两侧接头的地方和中间的针目比较紧密。这一针划过来，还是和这边的这一针织这一针，然后再把这一针套上去，每次都是在正面和这边右上两边一，一直把这十针并完。最后一针在这边的最边上，数这边的辫子，这边的辫子从这里开始也是有十个。然后这一行是从正面织的，接着要翻过来从反面开始织，从反面变针，用一个记号扣卡在这里，把这一行织过来。新手可以卡一个记号扣，避免织错了针目。我们看一下挑针的时候，这根线这里挂着一个圈，这个圈不挑，挑这个圈下面的针目，还是外侧的这一针。第十针，织一针扭针，接着这边移动十针过来。我们织的时候是织挑起来的这十针和这十针合并，同样第一针滑下不织。下第一针，拉紧线，三、四、五，这是第十针，第十针和这边的这一针，两针一起织。然后翻过来，同样滑下第一针，再继续织。来到这里还是这两针一起织，注意看是从中间同时穿入两个针目当中，就这样每次在反面两针一起织，把这里的十针合并完。最后的这两针合并，接着从这里就开始挑针，还是从挂着线的这个圈不挑，下面
最外侧的这条线。和之前一样，这边再拿时针过来，在正面之下针，还是这两针合并，就这样反面合并。这里合并完以后，再把这里挑时针和这边的时针合并，最后一个花片完成，刚好就是在记号扣的位置。翻过来看，我们刚才织的花片顺序是这样的，朝这边倾斜，一共是九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行正面紧针，一行反面紧针。到了这里以后，我们又是从正面来紧针，同样是把边缘针挑起和这边合并，再把这边挑起和这边合并。线头在这一边，把它织到左边。挑针和之前是一样的。这边调好以后，这里这边留时针在这里，翻过来织时针，织好时针翻过来，第十针和这边右边一，正面是右边一，反面是两针同时织。织到这边，再和这边合并，和这边的这些针目合并完以后，这里再挑十针。再和这边合并，大家把这一圈织出来。现在织好了三圈，下一集咱们来学习收针和后面的部分。